我们就过来，OK，谢谢大家。地方的建设对地方的贡献啊，那早年马祖没有气象指示的时候，我们就是累积过去前人的经验，很多我还是会问我们义山的，因为义山以前不过鱼的，他会知道这什么季节什么风向啊，要注意，也作为我们的参考。当然现在有气象以后，我们更会注意这种科学的证据啊，更会注意这种科学的证据啊。那这几年。 中央气象在马祖的这个建设啊，虽然说够够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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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西北移动。来，请做好防台准备。对，六号是辐射仪，那主要是量太阳辐射的。然后呢，紫外线仪主要是量，这两个紫外线就只是太阳辐射里面的一小段，但是那个东西会造成人体的伤害，所以我们特别去量这个东西。好，两个都是，这个是太阳辐射。它很重啊。楼下服务台就是门，一进去那个正方面是干嘛的？正方面是测量水表面的蒸发时期的水量。对，主要就是量蒸发量的哈，就是。通常是在农业比较常用到的哈，就是如果我们去水稻的话，都看那个水什么时候会蒸散掉，我们要再补水进去。好，当时在摇到的，我们要飞走，房子被拆掉那种感觉。所以地震呢，它其实是有威胁性的。那我们气象局呢，从2019年开始呢，颁布新的地震分级，然后0到7，然后有10个等级。